天我们要跟您谈一谈少欲知足。人类都有求生的本能，而求生呢，是来自于人性的需要，譬如自尊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跟自由的需要等等。但是当这些需要受到严重的挫折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有求死的倾向。所以呢，佛教中常常教导我们要少欲知足，要清心寡欲，这样呢，才不会受到本能以及欲望所干扰而走入毁灭的道路。现在呢，我们就恭请圣严法师就少欲知足为我们做开示。啊，这个问题问的时候问得蛮严重的，所以求不得的时候啊，就会要求死了。自己满足不了的话，就认为那就没有生命都不要了。那就是爱就爱的要死啊，想的想的要死啊，追求任何一样东西都是用老命去拼的。这种人是不是有呢？我想是有了，但是还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不过，求爱啊，有一些人会这个样子，求男女之爱。还有呢，求名、求利，以及呢，求啊位置，为这些而求的人，若求不到，就要自杀而死。这个可能不是那么普遍的。另外，比如说，为了一个面子，想要求的进入一个大学啊，希望是自己考第一志愿的大学进去。如果进不去的话，我以死来拼了。像这样子的事情有，但是也不是很普遍。所以求而不得，就会要求死。这个问题问得比较严重，但是呢，并不是说没有。不过呢，一般的人呢，在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希望追求到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而不能如愿的时候，会有非常大的挫折感，也会啊有一些很大的就是冲击了。那可能失去了自己啊继续在奋斗努力的信心，也就是在挫折之后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认为自己啊从任何一个场合去竞争呢，大概都是啊不容易成功的，因此失去信心，可能这个人会从此以后很消极，就不想做不想再努力了，这是有的。有的人从小啊就是经过这种波折之后、挫折之后啊，他一生呢受到影响，再也这个起不起啊努力的奋斗的或争取啊各种各样这个利益或者是呢成果的信心，这是有啊。不过在佛法里边呢讲人间有苦啊，除了生老病死的四大基本的苦恼之外呢，其中有一个叫求不得苦。求而不得是啊非常不容易忍受的事，自己没有得到而他人得到了，那是啊更不容易忍受的事。自己没有得到而他自己的竞争者或者是他的仇敌得到了，那是啊最不容易忍受的事。所以在佛法来讲啊，少欲知足啊是最好的。这个少欲知足的意思啊，请不要误解了，不要认为说我们少欲就什么也不努力了，什么也不争取了，什么也没有希望了，不是这个意思。少欲是对于自己呀、
所需要的之外，不要做非分之想。对于自己呢，已经需要而得到的，这个得到了的人呢，不要过分的再呀贪求，这个叫知足。比如说我们呢睡觉，每天晚上只有一个床铺就够了。那有的人为了虚荣，有几个床铺，自己一个家就够了。那自己有的人呢，为了虚荣啊，用几个家来表示他自己啊，非常的有钱。我们的衣服穿暖一套，或者是能够洗的换的，什么，那最多两三套就够了。那么有的人呢，这个十七八套、二十多套，甚至于整个的一个橱子里边呢，从头到尾都摆满了衣服，这个不是知足。知足的意思呢，自己需要的、需求的，不是需求，而是需要的，一定需要用的，有了、够了，那就是知足。知足者常乐，少欲者离苦。少欲，欲的意思呢，就是私欲，满足自己的当贪求的欲。可是呢，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努力，为了他人的福利而奉献，这不叫做欲，我们这也叫做愿。我愿发愿呢，愿大家因我的努力而能够得到快乐，或者是得到啊幸福，得到便利，那不是啊叫做欲望。为个人的过分的追求，那个叫做欲望。那我们如果能够少欲，能够知足，而在为啊他人设想，多把自己的努力来奉献他人，以自己的努力来为他人做服务，来做奉献，这个是应该的、必须的。所以请诸位呢，不要想到自作少欲，少欲自作就见我什么都不做了，那不是佛法。那少欲自作呢，就等于说连菩萨道，或者是连要成佛都不要成了，菩萨道不要行了，因为那个也是欲望啊，就是那个不是欲，而那个叫做我们叫做愿，叫做许了一个悲愿，愿心是为他人的，愿心是清净的，愿心是不会带来烦恼的，欲望会为我们呢带来烦恼，甚至于带来杀生之祸。